我们用文件包里边那六螺丝把这个侧盖给它打开，卸掉这六个固定螺丝，然后这里边会有一个主板，一个大头的这个连接线，咱们给它，咱们给它拔下来。拔下来之后开机，文件包里会有一个双面胶，撕下来两节，然后贴在 B 点这个位置，这个横杆往上推，推到最上端打个点，拉到下端打个点，看看两点重合吧。然后重合之后贴在右边这个激光，然后拉到最左侧打个点，然后再拉到最右侧打个点，看看两点重合吧。最后咱们再测下底部的光点，然后拿手使劲摁一下打个光点，看一下。